秒杀就行，反正小铃铛那个谁知道我来了，小黑妹。谁呀？我操！妈的，这个太普第一时间跟我在那里撞脸。哎，完了，失误了。不知道是砍得真好，可惜又对着一个双穿。哎呦，完了！哇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打到。哎，算了，回去挂人吧。脾气上来了，妈的，直接给你打四趴，操！能打四趴，我刚刚直接给他打四趴了，打不了。啊，这个图腾我没时间踩，真的烦。两本板先踩掉。这把我打团其实也没赚啊。
这波有点赚了。 敞开了，注意那个。小黑妹附图腾了，啊，不是小黑妹附的。 爽了再挂三。这个人可能在那个柜子里，在那边的柜子。 应该去抓那个柜子的，他大概率在那个柜子躲了 BBQ， 然后要去救人了。我好了，<咳>啊，你看，我这边跑出来了。
仅要杀人，还要诛心。时间找的肯定不是人啊，找的是地窖啊，除非他是半血一刀就带走的那种，可以追他。满血你砍他一刀，他加速跑了，跑了下一轮走地窖了。这个主厨给他们抢了点节奏。